上期视频离开稻城亚丁前往香格里拉的路上，由于没做攻略，每天看到的风景就像拆盲盒，一路上惊喜连连。我们这个真的靠近那个雪山了，是不是我们要爬着这条路？我也不知道，应该是吧？看这个路。哇，这我们是真的到雪山了。我们开了2个小时啊，刚刚我们在那边买东西的时候看到的这个雪山就是这里了。嗯。我们开车开了2个多小时，居然开到这里来了。哇，都不知道看左还是看右了，这是。真的爬到雪山来了。如果能爬上去的话，我们就请拍一会照片。哇，这样看更漂亮了，可以请吗？反正要上山了，先看看上山吧。哎呦，好看得不得了。我们已经我想打电话给我妈妈了。给他看一看，感觉很危险啊！这路上开车，我是，你是看很危险，我没看路，我就看风景。我感觉上面随时都会掉石头下来。老张，如果要下山的话，你要停一会儿，我给我拍拍照。老张，拍照，我真的要拍照，我没开玩笑哦。这一路的，真的不后悔了，这辈子都到这里。啊，我看你都笑就要掉眼泪了，老张。真的，我看得很开心，我都要掉眼泪了，开心都要掉眼泪了，真的很美啊，大家，太美了，我真的没有这样过，开心都掉眼泪的那种。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路会到这个雪山上面的，是吧？你也不知道是吧？我也不知道，每天我都感觉在开盲盒。这样好啊，这样。这路上的风景真的太美了。这样有意思啊，因为我们不知道前面的路有什么风景。看对面，我们要左转了。老张，你不停一下吗？向左转弯。但是转弯不能停吧？危险哦。好了，老张可以停了。你再按在这里，再不停要下山了。这里危险啊！等停一会，我给我拍一下照。这里好一点，这里没那么陡。这里。你看嘛，大家不管是右不管是左，真的那个树上面感觉是在开花，白白的。去吧，来吧，你拍我。还要我给你拍吗？感动流汗了。流汗，感动的我都不敢动了。妈妈，这我们真的森林雪山呐、啊。哇，这里有没有？刚刚我们还说四面都是雪山，这下才是真的。身处在雪山呢、啊。哦，太美了，老张。穿个高跟鞋。你就不拿个瓶子给你妈妈装一瓶雪回去吗？我会打电话给我妈，但是这里没有信号。嗯哼。再小心一点啊，这里还是比较缓一点，不像那边很多地方很陡的，怕山上掉石头。对，太美了吧！这怎么拍？不要看哪里，随便拍都很漂亮。不需要选拍摄角度。随便拍就漂亮。我现在不管谁了，我只管拍照。我不拍了。快点给我拍，好拍。我拍了，你自己去截图啊。不要拍那种。哇哦！这个为了拍照的不怕冷，能不能？不冷，为了拍照不冷是吗？不啊，这个阿坤为了拍照不怕冷，居然把外套脱掉来这里这样拍照。转过来，不要太远了嘛，过来一点嘛。他们家长笑我了，他们要笑你，路过的。快点。我们笑死了，他们在给你竖大字母，给你点赞，厉害！来吧，老张，好了，赶紧过来把衣服穿上。阿坤他还要拍照，这么冷，我都上车等他了，他还要拍。哎呀，这里这个风景也确实漂亮，但是此地不宜久留啊，真的是，景色漂亮，但是太冷了，眼睛在天堂，身体在地狱啊。真的不后悔了，这辈子做个人不后悔，下辈子不要做人了吗？不行啊！
走了，不要拍了，还要拍，拍一点算一点。啊、哦，太美了，太美了，真的是。还舍不得走是吧？我要在这里。还舍不得走啊？舍不得走也要走了，我们走了啊。我们走了。继续前行，有可能前面的风景比这里还更加的漂亮，好不好？你留住了我的心。太好看了。嗯。太好看了，你们必须要来这里，真的。真的，我这阿昏这辈子做这个人，真的，真的做这个阿昏是真的太幸福了。哎呦，太美了！我想让看你们，你是不是我想看你们看风景，但是我也想让你们看一下，我真的很开心。我看一路走来也是很美很美的风景，这但是到了这里来，这个雪山这边，真的让我。开心的都要哭了，一边说的一边都想哭的样子。你刚刚想说的是，你这辈子来到这个地方，不枉为人。哇，这么高的地方，有这么有很多雪的地方，还有隧道，大家他们是怎么弄的？他们怎么弄的？但是他是这么弄也是好，是因为我们要让我们来这里看到。这么好的风景是吧？即将进入香格里拉隔展隧道。你看这里写了香格里拉隔展隧道。嗯，我们要进隧道了。嗯，出隧道以后可能就没雪了。哎呦，我真的是刚才我真的想打电话给妈妈也看一下，因为我不知道以后妈妈会不会到这里来，我就想让她看一下，但是哎，没信号。来这里的机会难得。人生可能就那么一次机会。对呀、啊，我也不知道我以后能不能还会有机会来这里播，所以我不知道以后有没有，所以我现在我到了，我就想让妈妈看一下。我知道杜达刚才 你以后还有机会，就是找一个中国男朋友，然后让你男朋友带你来。反正我是不会再带你来了。你也不来了吗？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来。但是我不会带你来了。哇，这个高漂亮了，老张！哇，真的太漂亮了吧！给我左边拍。哇、哦，老张，你不管往哪边拍，真的。我右边拍。大家，真的这是啥呀？这是人间仙境啊！哎呦，这没有哪个地方。哦、老张，我真的。你看我要哭了，真的太漂亮了。这啥呀？是因为我喜欢雪吗？我怎么看都这么漂亮啊。往右边拍。往右边拍也漂亮。往左边拍也漂亮。只拍。往左边拍也漂亮。真的。全是风景啊，真的。如果你们到这里来，你们输了隧道，你们慢开一点，然后你们就开慢一点，开慢一点，然后你们就感受到那种很哇塞、很哇塞的，真的哦，太美了，我哭。你们来吧，真的，你们这辈子必须要来这里一次，不管那个路有多长、有多苦、有多怎么样，你们必须要来。你们来了，你们就到这里来了，你们就不会觉得那一路走来怎么样怎么样。你们看到这个，你们就忘记了，忘记所有的苦了。对，忘记所有的苦了。嗯，真的前面所有的高反啊什么的难受啊、嗯，在这一刻都化为乌有，是不是啊？我都忘了我昨天的高反的难受的。我到这里来，我就开心，把那些苦、那个感苦的那种感受都给他忘了。这是我从小到长大的梦想，是要来见雪的。我们不是拍了一个视频，第一次见雪，我就这么开心了。我没有想过我要到这，真的爬到这个山雪山这里来。我真的没想过，我以为我去看了一下这么那种一点点的雪，我就很开心了。
没有想到这里来，没有想到来到这里能给你一个更加震撼的，是吧？是啊，老张他开车过来，我一直问老张可不可以爬上去，可不可以爬上去，因为老张也不知道这一路走来能走到这里来了。我们每天的旅行真的就像拆盲盒一样，你们看都不知道下一秒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。你们看，真的一直有雪的，这里的树也太漂亮了吧，老张，这个的树。看看，给你们看，这里的树真的太漂亮了。它这个树有点像我们家那些景观，就是家里面弄的那些景观，什么观景植物，就像人家家里面用的那种观景植物那种。你说不出话了吧？啊，我真的无法去形容。它这个树每一棵都像是人为把它弯过去、弯过来、弯成自己想要的形状。哦，对。它就是感觉是人做出来的那种，啊，像人去把它弯过去弯过来，弯成自己想要的那个形状，对，是不是？就是想要每一棵都是。对呀，你看它，我看那个圣诞树漂亮了，还不如这个就是真的漂亮了。你看它，而且下面又有雪，刚好，它树上也有雪，树下也有雪，刚好这个场景太哇塞了，真的太漂亮了。唉，太哇塞了，太漂亮了。真的，哇，这边哇，老张，真的，你们看吧，真的，我们今天就在这里了，先不下山了吧，车都快没油了，我还不知道能不能开到加油站呢，这一路过来，现在走了100多公里，将近200公里了，还没有看到一个加油站。如果在这里真，如果到这里了没有了，我也不会很伤心。你不会很伤心，但是你会很饿。没事，我有零食。你零食能吃多久啊？说实话，如果你们觉得压力大，那个心里面很不舒服什么的，心里面有压力啊，怎么样，你们可以来这里散散心，放松一下大家，这里会让你忘掉烦恼，忘掉所有的。你这个话说出来，他们就会觉得你是因为心情不好。不是，我这个地方我不是心情不好，我是心情一直好的，然后我是旅游嘛，我是到处旅游，然后我看到有的人他们就是有压力啊，有这种。你就觉得如果说心情不好，或者说压力太大，家里或者工作压力太大了，对，来到这个地方会让他释放出来，是吧？对，像我这样一直心情好，我看到这个还能让我很哇塞的。如果真的有烦恼，有什么来这里，真的会让你忘掉烦恼。这里很治愈，是吧？很安静，很漂亮。现在我们开到这边来了，远处的雪山还是尽收眼底啊，真的，太漂亮了，太哇塞了，大家。这里的山，这里的树，它都是风景。真的，这里的树它都与众不同。但是来这里旅游的话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因为这山上随时可能会有石头什么的掉落下来啊！你们要小心点哦，一定要注意安全哦。要跟雪山拜拜了，是不是？我们下山了，现在是下山的路。